idea who I am? Why I asked you to come here today? No. I wanted to speak with you about your future.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Mark? I want to be the best in the world. I am a patriot. I want to see this country soar again. Coaches, a father, coaches, a mentor. Coach has great power on the athlete's life. I'm going to do great things, Mark. I'm going to give you everything I have.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暗黑冠军录》获得奥斯卡金像奖5项提名的肯定。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电影工作者刘凯西为我们分享。凯西好，凯英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暗黑冠军录》获得5项提名的肯定，但全数共估哦。英文片名是《Foxcatcher》啊，狐狸捕手，是改编自真实故事。凯西可不可以先帮我们说一下真实故事的背景是怎么样 ？OK， 这个真实的故事，那个。Foxcatcher 其实就是应该说是男主角就是杜邦是一个大家族，然后呢他男主角就是 John E. DuPont， 他是就是我们这一部片的一个灵魂人物，就是 Steve Carell 的演出的那个角色。那他们原本 Foxcatcher 是他们就是打猎的那个农场的那一个地方叫做 Foxcatcher 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因为他资助了一个一对兄弟，他们是就是那个奥林匹克的摔角冠军，他资助了他们的那个叫做摔角队，然后培养他们，然后成立了一个摔角队，后来那个摔角队也叫做 Foxcatcher， 于是这一部影片的片名是讲这个摔角队的成立的故事，所以就叫做 Foxcatcher 狐狸捕手，是这个原因。那这个故事就好像你刚刚说它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它就是1996年，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因为 John E. DuPont 他有资助这对兄弟就是成立一个摔角队，可是他在1996年的时候，那个 John E. DuPont 他一个这么有权势这么有 power 的一个人，他居然突然的去把他那个哥哥，就是这对兄弟的哥哥叫做 David Shaw， 对，把他枪杀了，就在他的家门口把他枪杀了。然后随即他就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大事件。据我们查到的资料来讲，他是说后来他在他的庄园里面躲了几天之后，然后被那个警方抓到，是他们就是大批警力就是在围捕他。后来抓到了之后呢，把他送，本来他的律师想要用那个精神疾病想要帮他脱罪，但是那个时候的法官他做了一个很有趣，就是很让大家讨论很久的判决。法官承认这个人有心理疾病，但是他同时也有罪，于是他就被判刑，就是到那个必须要同时受治疗，然后也是同时要坐牢这样子，然后一直到那个 John E. DuPont 就一直到在那个算是医疗的监狱里面，就一直关到他去世为止这样子。对，然后呢现在唯一在世，就是我们看到整部片里面海报上面三个人，就只剩下那个 Mark Schultz， 他现在还活在人世这样子。是，就 Mark Schultz 其实因为电影的就是发行，他也有出来上很多节目跟大家说当时的这件故事。对啊，但是他自己也后来有出来，他有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其实很多细节，很难去说清楚，没有人可以讲得清楚这样子，因为当事人。也死了两个了这样子。那唯一出来的那一个人，他后来在讲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对这些故事的戏的一个进展的方式，他却有一件事情他特别说明，说这个事情是导演自己的诠释，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就是 John E. DuPont 跟他之间有一些同性恋的一些隐喻，有一些暗示，所以呢他觉得这一方面是完全大错特错，其实他有点愤怒啦，这样子。对，那其实导演不是第一次拍真实人物啊，他过去有拍大家都很熟悉的《魔球》啊，跟《科波蒂真实告白》，可以帮我们回顾一下导演之前的作品 ？OK，《科波蒂》这部片，其实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上映，因为它也是一个比较黑暗、比较冷调的一个作品，这样子。然后那个
他讲的是一个也是真人真实改编，这个导演非常喜欢拍真人真实改编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嗯，然后科波蒂他是讲一个作家，然后他遇到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也他的作家应该也算是记者，他同时也是记者同时也是作家，然后他因为采访了一个谋杀案的那个凶嫌，他发觉这个凶嫌的背景跟他的背景其实差不多，于是他就对这个凶嫌产生了一点怜悯，因为让他联想到他自己。对，可是没想到就是后来他还是把这个凶嫌交付给法律去处置他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他是讲一个人性自己心里面的一个 twist， 就是我明明知道他可能不是完全都是他的错，但是我还是放任这个社会去评断他，对，去评断他。嗯，那我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嗯，对，我觉得是在这个两面的挣扎这样子。然后魔球是更有趣的一个故事这样子。魔球，大家都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部片，因为那个剧本写得非常的好。它其实很感觉上像是一个励志片，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最后，大家越看越看，越看越嗨这样子。到了最后，我们才发觉，其实它是在讲一个 loser 为什么它是 loser 的片子，嗯，因为他这个教练他发展了一个发明了一个就是可以让最有效赢球的一个球队组队的方式，可是这个东西当人家用高薪聘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更大球队去接受一个更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却缩龟缩起来这样子，于是他最后就没有成功，只能永远停在那个小小的成功点上。其实我觉得这一部片就是这个导演有趣的地方是他拍了三个真人真事的改编人物，嗯，他都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人就有两个面，一个叫做人前，一个叫做人后。我们人前看他是一个样貌，他人后可能藏着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恐惧或是秘密或是，嗯啊，不知道，就是一个黑洞这样子。 对，所以呢他就是前面会让你先看到他人前是多么风光，比如说像这一部片的男主角 Johnny Tupon， 他一开始我们看到他是你看他是如此的像个大善人，我这个也要资助那个也要资助，真实里面的真实生活里面的 Johnny Tupon 他也是一个什么鸟对鸟类学啊類學也非常的有研究啊，嗯，然后对邮票学也非常研究啊，就什么都好像很精，但是呢他又说他自己是摔跤的热爱摔跤的人都是他在讲，然后他就是这个也去资助那个也是资助，大家就觉得哇你是一个又有钱又有爱心的人，可是当他越掘越深越掘越深的时候，我们发觉说这些所有的付出其实他为的是什么，他可能为的是一个想要控制这一些东西，他想要控制一个摔跤队，于是他去投资一个摔角队，因为他想要成为这个摔角队的 leader， 然后他想要去比如说有很多人就好像说哎，欸，我去资助一个小朋友一个偏远学校，然后到那边我就跟人家挥手，我就好像是一个资助者般，像一个天使般，对，慈善家降临在那个地方，嗯，其实这个心态是很像的，所以我觉得到时候观众去看的时候会可能会很有感觉的原因是因为你再仔细多想一点，你就发现说像这样子的人其实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嗯，因为这个导演本身他是除了拍剧情片以外他有拍纪录片，纪录片，对，然后他非常去喜欢去挖掘人性最深的那一块，但是是不是挖掘人性到底是不是跟挖掘真相是不是同一回事，对，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念电影的时候我们老师有说过一句就跟我们讲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是不是真相就是看观众自己认不认同它，当你认同它是真相的时候它就是真相。暗黑观就让人一直觉得它包藏着非常令人不安的一种真相，但是每个角色又非常的饱满了，尤其在对演员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这次也有获得最佳男主角跟最佳男配角的肯定，可以帮我们讲一下演技的部分。这次提名最佳男主角是 Steve Carell， 大家对 Steve Carell，
我觉得讲说 Steve Carell 大家就一开始笑，因为这连这次在那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面，大家也是把他当成是一个谐星，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谐星的、嗯、的一个身份出现，都是冷面笑匠，他是不笑，而且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他的角色永远都是四十几岁，然后平凡男子，然后很无趣，但是他做的一些很蠢很笨的事情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笑，这就是他在荧幕前面的形象。但是他这一次是完全，不管是外形，不管是说话的方式，不管是他整个内心的一个这个角色，完全是推翻以前他在荧幕上面给大家的形象。对，所以呢我们不可否认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因为他之前的表现就已经肯定他是一个好演员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看到他有这么好的表现，我本身来说我并不会觉得很讶异，觉得说哇你这次演得真的太好了，其实没有。嗯，但是他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落差，就会觉得说哇你以前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你也可以这个样子哦，我以前都看错你了。我觉得多少有这样子的成分，所以去加重了大家对他的肯定。对对，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Steve Carell 很想要以这个角色摆脱他以前在荧幕上的那个形象。嗯，我们看出他非常的努力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对，嗯，所以他没有办法得最佳男主角，这是我的个人的一点小小的感觉。但当然是他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觉得演得更好的是这次提名男配角的那个马克鲁法洛。马克鲁法洛我们今年去年其实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可能是曼哈顿练习曲。对，他在里面演的角色比较像是他以前的形象，就是豪放不羁啊，然后力争上游啊这样子。对，他这次这个角色，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心里面觉得说天哪，他怎么有办法这样子演。因为他的角色就是那个被枪杀的那个 David Shores。对，摔跤教练。对，他就是摔跤的教练。嗯，他是一个，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有稳定的家庭，然后他非常的认命认份，就觉得 OK 好，我今天得了奥林匹克的金牌，可是我今天我现在就是那个金牌是过去，我现在就只能靠做教练为生，然后为了我的家庭，于是我必须这样子，就是赚钱为生，然后我要去照顾我弟弟。嗯，这样子他是一个非常甘于认命，就是我今天可以拿多少我就怎么样去活，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要演出平凡真的是比演出不凡还要困难。对对，他有一场戏是他跟他弟弟两个人，就是他弟弟跑来跑去跟他说，哎，我跟你说那个有人要来资助我，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然后那个表情啊，就是从他的表情看到了，就是怀疑、同情，还有我觉得我应该放你去，我不应该阻止你，但是我又很担心。嗯，他用一个表情讲出了他所有这个角色的心情。我那时候看到整集就是吓坏了，就是原来这么会演。然后当他遇到所有的机会，比如说他去第一次到 Foxcatcher 那个摔跤场的时候，他的那副要装出来就是要去跟对方 deal， 但是又要去关心他弟弟，然后在 Johnny 土棒之前，就是我明明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我还是要企图让你去喜欢我，我要装出一副让你喜欢我的样子，但我心里面其实我也没有多喜欢你。是这个角色太有层次了。嗯，就是怎么会有人有办法这样子演，真是太惊奇了。嗯，对，所以我觉得整个表现看起来，看到马克鲁法洛的演出真的是比看到 Steve Carell 的演出是更令人亮眼的。是，对。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Steve Carell 这个角色实在是太黑暗了，所以其实你一直去钻研他的演出，你可能心里面会不太舒服。所以你去看这一个哦甘于平凡的角色，其实他其实会带给我们一些阳光，就是带给我们一些比较心情上面的舒缓，这样。那除了史蒂夫·卡尔跟就是马克·鲁法洛有受到提名肯定以外，凯西觉得查宁·塔图这次演的怎么样？查宁·塔图啊，吸引观众，就是他之所以可以让他大红的原因，从来不是因为他的演技。其实大家
谈到他都是谈到他的身材，谈到他的肌肉。嗯，但其实他一定是一个有演技的人，大家要相信，因为要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在这么两个这么厉害的演员的当中的羽翼下，还可以让大家被看、嗯，让自己被看到。对，所以他肯，而且这个角色其实就是 Mark Shaw 这个角色，其实也是非常，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有点不甘，先有不甘的一个，又什么都没有，然后又很想要争出头，一个很可怜的一个角色。嗯，其实你在看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真的心里面会感受到他的那一种卑微。嗯，然后那种卑微给他一点自卑的力，就是他从自卑变成想要狂妄自大的那种可怜。嗯，他一定有下功夫才有办法给我们这样子的感觉。但是他身边怎么会出现了？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Steve Carell， 一个 Mark Ruffalo， 嗯，就这么两个强大的演技派，在他的旁边，其实他就是整个就会弱掉了。嗯，那他演的好不好呢？好，但是他就是运气不好，就是他可能还在等待一个就是为他量身打造可以让他发挥演技的角色这样子、嗯、那这一次我们在里面我们还是看到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那个身材啊怎么样这样子、嗯、我觉得他这一次口白因为他演一个不是讲话不是那么溜的一个人这样子 对有点失语这样子的人、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看了就觉得好像长宁坦途演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好像挺理所当然的这样子但是啊最就是开玩笑的就是就有一个大口呆的感觉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另外两个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其实要谈到演技的时候真的很难会去看到他嗯那只能说这个有点可惜 嗯那希望他可以赶快找出一部片可以让他发挥这样子是我觉得大家来看《暗黑观巨录》会很有感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里面三个角色，不管哪一个角色，你都很轻易的可以在你的生活周边把他抓到。所以呢，会有一个危机，就是你看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找出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比较难过一点，这样子。骗子或者角色讨不讨喜，真的对他来说得奖的运气就差非常多，真的差很多、嗯。所以共估其实大家也不意外嘛。但是凯西觉得这次奥斯卡得奖的结果，你个人觉得怎么样呢？奥斯卡颁奖的结果揭晓那一天呢，我的脸书上面有一群人一片哀嚎，甚至是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说为什么年少时代居然没有得奖，甚至还有是国外火。写回来，还是说这是奥斯卡二十年以来犯过最大的错误？最大的错误。我觉得奥斯卡二十年以来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这个绝对不是他最大的错误。对、嗯，大家都我们大家都讲，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导，美国最好的导演都没有在他拍出最好的导最好的作品的时候拿到他的奥斯卡。嗯，我们心目中美国最好的电影都没有得过奥斯卡奖。他们后来都成了经典。嗯，我有个理论呐、啊，就是人本身就是很奇怪的动物，然后呢，奖又是人选出来的，所以呢，奖项最后的得奖名单会有多奇怪呢？肯定很奇怪，所以大家不用去觉得说啊，这个得奖名单好奇怪哦，而奇怪这样子，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嗯，没有什么，你今天就算得了奖，也不会让它变成说是。那个就是最好的作品，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啦。那我觉得《Boyhood》这部片，它其实也非常不符合奥斯卡主流会喜欢的电影，就是奥斯卡演艺学院，我也不觉得他们会喜欢这样的作品，因为它整个是非常突破的。对，通常这样子的片子在奖项上面会比较不吃香，但像《鸟人》这一种，就看起来哇，一镜到底好厉害、好突破，但是它其实都在整个。好莱坞的规矩下面的片框框对、嗯、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吃香、嗯、所以呢他得了最佳影片是不意外他得了最佳导演我只能说表示影艺学院的人真的好真的就是不太喜欢 Boyhood
那我们回到暗黑冠军落，最终它还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嘛，甚至可以呈现出某种是美国梦碎。嗯，所以凯西觉得呢，还是你觉得说电影是不是可以呈现真实的一种工具呢？嗯，因为这个导演本身他是除了拍剧情片以外，他有拍纪录片。对，我觉得他非常，而且这纪录片这三剧情片又很全部都是真实人物。我觉得他很喜欢去挖掘所谓的真实跟虚幻这两面的一个的对比。这我刚刚前面有讲过，就是三个人物其实都有讲人前跟人后，就是真实跟虚幻这样子。真实他可能是一个很有黑洞的人，虚幻你看他前面是一个多么风光的人。嗯。然后他非常去喜欢去挖掘人性最深的那一块。对，但是是不是挖掘人性，到底是不是跟挖掘真相是不是同一回事？对，这个我觉得它是有区别的，因为挖掘人性是他自己去诠释。我们今天一个虚构的故事也可以去挖掘人性，但是挖掘真相呢？他今天不管拍纪录片，或是我今天拍真实人物，他其实都是透过一个创作者的诠释，所以呈现出来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相？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念电影的时候，我们老师有说过一句，就跟我们讲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是不是真相，就是看观众自己认不认同它。是，当你认同它是真相的时候，它就是真相。这好像在讲废话，但是的确就是这样。就好像说，好，今天一部纪录片，我跟你说纪录片是真的，但是它是真的的情况之下，是的条件的大前提就是观众看了之后觉得你。我认同你，你是真的。嗯，对，这好像是一个废话，但其实这个就是最根本。如果说我今天看的时候我不认同你，这不是真的，这东西就不成立了。嗯，对，就看你的诠释的方法是不是能够说服人。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是他到底是不是挖掘真相呢？我们有刚刚有说那个第三，就是现在还活在人世那个 Mark Shaw， 他跳出来说啊，你有什么什么东西不是真的。那就看你要相信谁嘛，是你要相信他还是相信他？是，对，就是一个谎言游戏。嗯，所以如果对凯西来说的话，你推荐《暗黑冠军录》最大的理由是什么呢 ？OK， 我觉得这个年代啊，尤其是现在的台湾，我们都对于很有名、有名有利有权的人，我们会很自然的去给他歌功颂德。让把他讲得好像丰功伟业，大家看他很光明的那一块，但其实我们不知道他背后藏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来看《暗黑冠军录》会很有感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人，其实他们里面三个角色，不管哪一个角色，你都很轻易的可以在你的生活周边把他抓到。嗯，对，你可以看到哦，你人前多么风光，人后可能很不堪的人，或是说我今天很安于。那个平凡的生活，但是你看起来其实都一帆风顺，还有他弟弟可能就是会嫉妒，什么都很安稳的人，这样子的角色都可以在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在你的生活周遭去找到，所以呢，会有一个危机，就是你看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找出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比较难过一点，这样子、会觉得如坐针毡这样子。对，我看的时候心里是很刺痛的。嗯，这整个故事过程是有点荒谬，但结果却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真实，就像你身边的人物一样。对啊，而且这还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没有人可以说个准。嗯，所以人生就是个谜啊，真实跟虚构其实。你说是真的，其实也是一个谜，这样子。是，嗯，今天非常感谢凯西帮我们分享《暗黑冠军录》，谢谢凯西，谢谢凯西，谢谢。